OK， 稍微休息一下之后，我们回到这里哦。那基本上我是决定要分成两部影片，所以如果还没有去看前一部影片的话，那我建议你们事先去看一下我的前一部影片啦。OK， 那反正这一集要来挑战的是我们的这个最新武技的至尊。OK， 那至尊他，我一样要用我们的这个光谷西队哦来应战。对。虽然光谷西有点难打这一关就是了，我好像翻船蛮多次了耶，其实翻船蛮多次，那我把配置改成这样子，对，这是有理由的。那总之我们就先准备进关卡去吧，尽量想要可以在前面可以磨个八回合或五回合都好，因为就是异界龙的部分要让它有这个新珠可以回哦。对 ，OK， 那总之就是先这样子啦。OK， 那第一关是。哎，就是我们的 BOSS， 明明已经感受到飞鹏的气息了呢。嗯，此刻从楼看到屹立在远处的锁妖塔，锁妖塔怎么堆的阵？莫非飞鹏也在该处？鹏猫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飞鹏，接招 ！OK 哦，那他是一个先攻下人的 ，OK， 这边就是先轻轻的回个血跟打他一下哦。OK， 那这边顺利的把他带走了。接下来二 R 这边比较麻烦的是，先把中间干掉，再干掉一只这个旁边的。OK， 然后接下来是干掉旁边的，旁边的血很薄，所以说要慢慢来。OK， 干到一边之后，接下来就可以慢慢磨技能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看似很顺利呢。哦，那他接下来是这个是打两，这个是还有 CD 2嘛？我们再削个一 combo。OK， 那光谷系差不多，妥妥儿哦，妥妥的儿，妥妥儿哦。OK， 那这边就是等下带过去哦。接下来这里的话，就先把这新珠给消掉。OK， 那既然他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先开一个。速王哦 ，OK， 在这边先开速王之后，哎，再一次，二三四五 ，OK， 顺利的把它带走了哦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双体共生哦，哎，不对，是能力继承哦。这个休息的有点久，都忘记关卡资讯了。OK， 看起来把它一起带走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哦。OK， 带走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、什么呢？哎，两秒转珠，哦，各种爱两秒转珠为他们，这个仙剑系列特别爱两秒转珠哦，打人也是哎有在痛的。三四五 ，OK， 新珠不够就开一下这个。异界龙哦 其实血不够也可以用吸的啦，二三四五，看得出来这个打人真的很痛哦，二三四五六 ，OK， 一个六combo。
好，我们的艾德跳了。接下来又是刚刚的那个，就是剑仙的 ER 的东西哦。哎，你在转什么？看他打人也是蛮痛的哦。这个是你们的传统吗？一样再开一个这个异界龙，我看一下资讯好了。等一下会有点麻烦的。OK， 那这边我决定先开一波这个速王，让它转一下，然后再是这个间距腐蚀有没有？再开下去。然后开一波这个龙科，不是要增伤用的啦，纯粹就只是绿珠而已，为的就是下一关了。OK， 那完成这一关之后，请恕我稍稍暂停一下，我们就下一个画面见了。不太能撑太久，我的录影器不知道怎么变这样子了。那我们下个画面见哦。OK， 那回来之后，这边是三元鼠盾哦，而且它不能消除我们的光暗珠，所以说这边就是为什么刚刚我要绿珠哦。OK， 那这边就准备一鼓作气的上了哦。3、4、5、6、7、8 OK， 那这边就很顺利的把他给带走了。Zuki wa Dareka， 哦，风化珠转了，这边就还好，这边只要会躲，基本上就没啥太大问题了。2、3、4、5。OK， 那他打人还好啦，那 CD 是2，所以我们在他 CD 结束以前，可以慢慢的来弄他哦。5、6 ，OK， 6 combo。OK， 接下来这一集送他，妹子要不要到我家来泡一杯茶呢？啊，不调戏他啦，把他送走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 boss 哦。燃烧轨迹1000哦，魔尊等等，树山的少阻扰我，让我跟飞鸿打个痛快。OK， 那他是燃烧轨迹哦，所以有点麻烦。3、4。OK， 那他这边 CDE 哦。照目前这个状况来看，我选择这样子做。2、3、4、5、6。OK， 带走啦。然后他第二关会先攻8058这个数字哦，所以大家在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那接下来他的血量有500多万，那也不用太担心啦。这个光谷系开下去有没有？就像这样子，2、3、4、5 ，OK， 带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！痛快，痛快！是谁叫你来的？有人使用山皇神器是神魔之井，陷入塌陷的危机啊！我就是要把这些麻烦解决。那魔尊，你是我们一路，要不然刚才就灭了你们。不要浪费时间，叫这里的人继续法阵去，我们走吧。
OK， 那我们的两个地狱值就这样结束了。那两部影片我刻意是分开来的啦，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理解一下哦。对。OK， 那这样我们的魔尊还有我们的剑仙就这样到手啦。来哦，传说集哦。OK， 那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喽。那脱台前的那些词我就不讲喽。那总之就是感谢收看今天这个光谷西狂战这个两位仙剑世界的人哦。OK。那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